Okay, hello everyone. I'm your English teacher, Sunny. 那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英语老师 Sunny. Today, we will learn Unit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单元的内容 My week, 我的一周。Okay, follow me. My week, week, my week. Okay,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一张图片。Look at this picture. Okay, what can you see?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Oh, I can see Joan. 我可以看到 Joan, 对不对？还可以看到，哦，还一位老人，他是谁呢？等会儿我们在对话当中一起来听一听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当中还有一个 calendar, 还有一个日历。日历上面啊写了日期和月份，月份它的日子，对不对？好，那么 Sunny 接下来给大家提问呢 ，What?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那么今天是星期几呢？应该大多数的同学啊都听懂了。今天是星期几啊？我们看看日历上面显示的是 ，Oh, it's Wednesday. It's Wednesday. 是星期几呢？啊，对，星期三，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的月份应该如何表达？我们一起来回顾一次。Now, what date? Date 是问什么呀？问你的月。月是，现在是几月几号，对不对 ？What date is it today? 哎，今天是几月几号呢？我们先看看，只写了一个22, 22, 对不对？那么我们假设是9月22号，应该怎么说呢 ？It's...September the 22nd. It's September the 22nd. 请同学们注意，22号说明是要用什么序数词，应该是 second. 好，这里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看看他们两个人正在谈论什么吧。我们的 John 就说了 Grandpa, 哎，我们这位老人是谁呀？哦，原来是他的爷爷，归起来 grandpa, 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grandfather, 对不对？好 ，grandpa, look at my picture. 爷爷，给你看看我的这个画的画吧，我的这个图片。Look at 是看的意思，归起来 look at, look at. 请同学们注意，它后面的介词应该是 at。看啊 ，look at my picture。那么说到看这个单词呀，我们除了 look 之外，还有什么呢？哦，还有 watch，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 ？see， watch。OK， 比如说看电视 ，watch TV， 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呢？哦 ，see 也是看的意思，对不对 ？see， 那么这三个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好，接下来请听 Sunny 来一一的说明。Watch 主要是着重的强调于哎观看，集中注意力观看什么？比如说看电视就是 watch TV， 我们不能够说什么呀 ？look TV 或者是 see TV， 对不对？这是一个固定搭配，请同学们要注意。好，那么 look 强调的是看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你会突然拍一拍别人肩膀，说：“哎 ，look， 嘿 ，look， 看，看，好 ，see。”比如说，那么给你一个句子吧，见到你很开心，看到你很开心 ，nice to see you，nice to see you，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吧。Grandfather 他就说什么呢？哦，对他的图画进行评价 ，Great， 太棒了。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Thursday 是星期四，对不对？星期四，勾起来 Thursday, Thursday， 舌头咬在上齿下齿中间，轻轻的 Thursday, good。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用 on Thursdays？ 要加一个 s。On Thursdays, 说明啊，它指的是每一周的星期四，每一周的星期四。好，
同学们注意，一定要用介词 on。每周星期四怎么样呢 ？What do you have？ 你有什么？有什么？有 have 勾起来 ，have have。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哎，他这句话问的挺奇怪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四有什么？那有什么呢？哦，应该是有什么课，对不对？相当于是 What class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那么回答应该是我有一些什么课。I have， 比如说我有数学、英语和音乐。I have math, English and music。注意 English 开头要大写。I have math, English and music。好，这句话是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句型，请同学们把它打记下来，并且把我们的介词圈出来，一定要注意是 on， 而且后面必须要结尾，日期后面必须要加一个 s。 各位一起来读一下问句吧。 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OK, good. 我们回答应该是有什么什么课。 OK, 接下来继续。 Oh, I love music. 哦，爷爷就说了，怎么样？我非常的喜欢音乐课。Who's your music teacher? 这个是在我们 Unit 1里面提到过的，对不对？好，那么谁是你的音乐老师呢？好，我们 John 就说了 ，Mr. Young， 谁呀？哦，是我们的 Young 老师 ，Mr. Young。Okay, grandfather said, is he strict? 对他的什么性格特征进行一般疑问句的提问，也是 Unit 1当中出现过的。他严厉吗 ？No, he's funny. 不，他一点都不啊，他而是非常的有意思 ，funny. What do you do on Thursdays, Grandpa? 哎 ，John 这时候就反过来问爷爷了。那么你在每个星期四的时候，哎。On Thursdays， 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后面的 s， Sunny 一再强调啊 ，s on。好，你会做什么呢？这里我们还是 have 吗？不是了，对不对？而是哪一个呢？哦，是 do， do， 这在这里啊，它的意思是做，做什么事情 ？What do you do on Thursdays？ 哎，你在星期四的时候啊，你会要做什么呢 ，Grandpa？ 哎，同学们猜猜，一个老人家每周四啊，他都会去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吧。Oh, I have a cooking class with your grandma. 哎，我会跟谁呀 ？With 是和什么什么人一起啊 ？With 介词是和的意思。好，和你的奶奶 grandma 也相当于是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with your grandmother。 Have 之前讲过是什么？有，哎，有一个什么课呢？ I have a cooking class。 cooking 来自于哪个单词？以前学过的 cook， cook 是一个动词，什么意思呢？ cook 炒菜，哎，做饭。那么后面加 ing 变成了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哎，烹饪。 cooking class 烹饪课。 OK， 好，最后啊，我们的 John 就说，哈哈，看来我们哎爷爷每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两个重点的句型请跟 Sunny 来读一次。 Number one， 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你在每周四的时候你有什么课？ OK, next one. What do you do on Thursdays? What do you do on Thursdays? 你在每周四你会做什么？ OK, 好，这两句话同学们记住了吗？ OK,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S介词 on 以及 have， 回答应该是课程。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同时也是 s on 以及 do 做什么啊？好 ，OK， 接下来让我们把我们的句型带到我们的后面的知识当中去，进入到 Let's Learn 的部分。
Okay, let's look. Wow, they have so many classes.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什么呀 ?School timetable. 看到了一个学校的课程表。This is a schedule for you. And they have so many classes. 有许许多多的课对不对好这里分别是从 Monday, from Monday to Sunday, 来记录下每一天的课程。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周一到周日我们每一天的课程是怎么样的而周一到周日我们应该如何表达呢首先第一个一起来看看 Monday, 星期一跟我一起来 Monday, Monday, 细心同学可以发现啊它在这里呢后面的 day 是一个单词天日的意思对不对好 Monday 就是星期一Monday, Monday, 它的缩写形式啊大部分同学可以看得到日历上面它不会把你写全的那么它一般是写作它的简写是什么呢 ?MON, 再加一个点 ,mon, 啊 ,OK, now, what do you have on Mondays?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课程表星期一的时候你有什么课呢请同学们来作答。I have, yes, very good. I have Chinese, English, math, and music. Very good. Okay, 那么星期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星期二，Tuesday. Follow me. Tuesday, Tuesday. 细心同学肯定会发现这里又有一个规律了，对不对？后面又是一个 day， 前面再加一部分，变成了星期二。勾起来 ，Tuesday, Tuesday.OK, 那么它的缩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T-U-E-N-S, OK, Tuesday, OK. 好 ,What do you have on Tuesdays? 那么你在星期二的时候有什么课呢 ?I have math, science, Chinese, and art. Very good. Next one is 星期三。OK, Wednesday, 对不对 ?Wednesday, now follow me. Wednesday, Wednesday, 这个会比较长啊有点难记请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啊。Wednesday, 应该是 W-E-D-N-E-S, Wednesday, 这里中间有一个不发音的 D, 不要把它弄丢了啊。那么它的缩写形式应该是 W-E-D, 再加一个点儿 ,OK, 好 ,What do you have on Wednesdays? 你在星期三的时候有什么课啊 ?I have Chinese, Math, Art, and English. 哦看来星期三的课会比较的多比较繁重啊。OK, next one, 我们来到星期四我们一起来读一次。Thursday, Thursday, OK, 看看。这里前面是 Thursday,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这个单词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因为读起来像 er 的音你就觉得是 T-H-E-R-S, 在这里应该是 U-R-S, Thursday, 那么它的缩写应该是 OK, 好 ,What do you have on Thursdays? 那么你在星期四的时候有什么课呢Okay, I have math, Chinese, English, and computer class. Oh, computer class 是什么课啊？计算机课，对不对 ？Computer 电脑 class 课程。Okay, do you like computer class? 你喜欢电脑课吗 ？Okay, for me 对我来说 ，I like. Okay. 好 next one, Friday 星期五。到了星期五，我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 exciting 的啊，非常兴奋的。Okay.Now follow me,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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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F-R-I, okay, Friday, what do you have on Friday? Oh, on Fridays, okay, I have a PE, music, science, and English, 体育课、音乐课还有什么课？科学课以及英语课 very good.好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到我们最喜欢的来到了什么周末
OK, 周末星期六 How to say? Saturday. Saturday. Good. OK, follow me. Saturday. Saturday. S-A-T-R. OK, now Saturday. Saturday. OK, what do you have on Saturdays? 你在每周六的时候有什么课啊？哦，你看上面是空空的，对不对？学校是不会安排课程的。那么我们的星期天应该是怎么说呢 ？Sunday。OK, follow me. Sunday, Sunday. Good. 我们星期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对不对？那么就像一个太阳一样，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好 ，Sunday, Sunday. Sun 是太阳的意思啊。OK, now next one.哦，我们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放在一块儿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周末，就把它叫做周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星期当中休息的两天，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周末 ，weekend。OK，week 是周的意思 ，end 是结尾的意思。OK，follow me，weekend。那么这里有一个连读 ，k 和 e 有一个连读 ，weekend，weekend。Very good。OK，now。Boys and girls, that's all. 好，我们今天呢学习了我们周一到周日以及周末这一些单词，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的 Sunny 要给大家一下测试了啊。周一应该怎么说呢 ？OK， 那么周三 how to say? Very good. OK， 周末呢 ？Weekend， 对不对？非常好，请同学们在课后呢自己再加强记忆。好，最后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经典谚语。今天Sunny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是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那么 All work 所有的 All work 工作，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 and no play 而没有时间去 play 玩耍，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makes 之前讲过使，就是说让使谁呀 ？Jack， 这是一个人名，使 Jack 这个孩子啊，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A dull boy， dull 是木讷的、愚蠢的。A dull boy，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会用功而不玩耍，聪明的孩子啊也会被变傻。那么就希望同学们在我们的业余时间当中，一定要将你的学习和你的休闲娱乐的时间要好好的结合起来。那么这样子啊，我们才会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OK, now see you, goodbye, boys and girls.